40年來最差的一年。 中午跌了一半，晚上跌了八成。 以前我們就不准放假的， 四天基本上是放兩天，一天接著會補錢給他們。但現在他們喜歡放就放，一天放多幾天無薪假。自救除了減價促銷、打折，基本上只有這個動作可以做，八折、七折，盡量去搶一些客人回來。 假如以前咧係一日可以做兩三千蚊嘅，而家一日做2-3百蚊，甚至有啲未開齋嘅。起碼跌咗四五成，得飯哥三四成，有咩用啊？整出兩餐揾唔到食，最多係交2個月到嘅啫，我哋呢度。 出糧亦都係自己墊出嚟嘅，希望可以抗疫基金度加碼啦。如果係政府有得幫，咁啊更然之好啦。政府而家政府嘅困難啦，我哋小販有小販嘅困難，所以希望可以盡快呢個疫情過去就最好啦。政治嘅嘢咧，希望放低落嚟咧，大家一齊共同渡過呢個難關，希望共同抗疫啦。希望政府啲幫下商販。 啊！都係資助啊，嗰啲嘢咯，資助嗰啲錢啊，嗰啲樣咯。你真係冇錢去買貨，有冇先？好難揾食，係啦，唔好咬。你希望搞好香港，好冇先？